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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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高地盖房间。哎，噔噔噔！开始。哎，这盖完了没有？哦，还没。我先来看这个。哎，他说高地是这一个吗？我记得有一个任务是高地盖房间呢。各种房间，不同职业居民，还差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毒毒沼泽啊。照着倒进去，为什么他这里有一个这个？哦，那是开通这里的。干，这边是这里哦，要不要？不要。这个区块不要倒。还有哪里啊？
这个被我打掉，盖这个了，这还没盖好。 哪里可以用啊？ 这里有一座这个船。 对面那是什么？哦，怎么下来？ 还有下一层吧。哟，这里是秘密空间呢。
大炮。大炮炮弹。到上面看一下。干，不能出去，太高了。赏青天，赏青天。之前有一个那个北齐在这边，上。我上个小号，前面是哪里啊？哦，我来这里好了。这里会有蒜吗？
独角岛。小徽章，还有两个。看一下，各种怪物，这样还要四只。在很高的地点，很高的地点。在哪里啊？蓝色开拓城堡正面的后方，右后方那座山。原因是还不够高。是这一座吗？这个有高吗？这个算高吗？还是那一座啊？应该是这一座、哦，这够高了吧？随便盖个房子就好了。
反正只是解任务而已啊。2 4 6 7 8。 2 4 5 6 7。 干，气死！ 熏黑墙。 盖一个门。 我身上没有门哦，我说随便先把身上的东西用掉说。 竟然没有半个门。 怎么会没有半个门？只剩牢门了。 好了，牢门也可以了。<笑>
破烂房。有什么是房间是最烂的？挂壁装饰。有什么是挂壁装饰吗？床、照明、椅子、桌子，还有一个桌子，是不是？桌子。哇，这个豪华度还有这么多。床照明。怎么还算比个人房间挂饰？椅子照明。桌子不对吧？桌子不能用那个吗？首次建造的个人房，挂壁装饰。挂壁装饰是什么？奇怪，都是家具啊。这都是家具啊。看一下，
这都是家具啊，哪有什么挂壁装饰？ 装备都放在这。 材料型的都放这。一二九。 车子设计图，等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三台车了，那这样够了。 这样子是够的，然后我想一下，那一个盖完的，那这里边要盖什么？ 种类的花，啊，先回去那个小羊嘞，哎，哦，小羊死了，小鸡呀。 哦，不好意思，吉可巴，他是士兵哎，干嘛你穿那个是什么小？
士兵哦。这是王子的衣服。真糟糕，不应该给他们这个的。衣服嘞，妈的，全部人都穿浴衣在外面跑，真心觉得丢脸。这个叉什么？卡恰克拉。恰奇啊，要怎么做？恰奇拉，恰奇拉是哪一个啊？各放一个进去哦。哦，这个才是卡奇拉。哦，剑兰种子。换斧头，这个是什么新的？先解掉，这样这一个全解了。解诅咒状态，我有这个问题吗？
马铃薯我种在哪？这个辣椒直接给我铲一个那个，这是葱吧？火焰辣椒，咖啡豆，我是种在哪里？咖啡豆不是种的，葱、玉米种子。麻痹花种子。这是番茄。神秘花可以这样种。小麦、番茄、红色染料、甘蔗、三葵，这里是药用种子。他们其实蛮屌的，哎，干这样子也可以种。哦，黑咖啡我没错过。有点喇叭小。
宝宝了，先去杀。砍不到，红三眼这么多，看一下，想把这里全部夷为平地。转化。
带草的土，这样不是比较快吗？啊，干，要全部哦，这样还是没办法。这一片打掉，裂开的土啊，累。把这里清一清，清到这。
这样吧。好，接着找什么盖啊？然后转换，裂开的土它应该可以，阿秋应该可以那个吧。应该可以变吧，要把它转换完。这里应该全部都是可以耕种的土了，敲掉。开始盖，把这个铺平。下，应该还有一种方法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他妈的，上面也没满啊，干嘛不给人家摆？
这等一下自己再修了，裂开的土没啦。 OK，剩下的洞补一补。OK。 这个，然后，哎，我这个要垂下来。 OK， 然后再换楼梯。哎，看楼梯不在这了。等一下，我的工作台有带来吗？只有一个机械加工啊。 是什么？空荡可制作所有物品。先摆设。我要做，不对，
楼梯是在这吗？诶，楼梯呢？哎，真奇怪，连找个楼梯都找不到。哦，在这个地毯阶梯哦。棉花，哎，哎，傻小，为什么它不会变？中、右，什么小？右？哇，我的天哪！这个不用。到这里，哦，他只要拆下来就会是那个，我懂他的那个了。红眼哦，红三眼。那他是这样哦，好。
这样，因为我想要用一个，怎么讲？ 这也都敲掉，哎，敲好了，这个也敲。 想要做一点有点自然又不太自然的感觉，但毕竟还是人工造景。 这里也要铺啊。
哦，去做那个，接着就是要用那个造景的，叫阿秋来帮忙喽。草原元素，干，这个只有两个哦，那这怎么办？啊，我的天哪！ 掉了，干！草原元素打什么？草原。 得得得得，哎，他这个没有啊。伊普里里小矮人，埃里里普小人，哎，阿里里普小人在哪里啊？ 这有办法查吗？利利普小人，素材岛。 哎，要小心那边杀、啊！记得是这一个，昨天打过的。 还不开船？喂，干老师，那个，你手写手，嗯？ 为什么有这个？为什么有设计图？
这设计图怎么回事？ 跑啊！哎，这里没有离离谱小矮人，有。 是离离谱小矮了。等等，绿色的不是。 大树的叶子不用了，干你离跑小矮人在哪里啊？哎，好啦，先玩到这边，我要出去办一些事情。哎，我就自己先刷了，拜拜。